还会觉得节目里面哪个新住民你觉得他也是很不像日本人，或者很不像他们国家的人呢？哈尼，我是哈尼，因为你在叫谁？因为欧巴不是那个那些韩剧里面不是很高。很白是不是，然后很会耍浪，很壮，因为他不是非完全不像，就是没有非常像。我是其实我在开朗比较像，嗯，因为他很高，真的吗？一直好奇这两个男生能不能上哪个韩剧里面的那些，可以啊，白帅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就是在主角后面经过。所以我有准备一些台词上面看这两位用韩文说吗？鬼怪还是应该用偶像剧里面那种口吻吗？用偶像剧没错，是吧？用偶像剧，他可以念，然后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哪一个。那我拿在这里，你们才可以对着镜头说。韩式中文，韩式中文吗？都有讲韩语，他本来讲韩式，开朗式的开。对，用韩文讲会比较有感觉。对，用韩文比较。너와함께한모든날이너무좋았다不行哎，讲韩文就有点像。对呀，날씨가좋아서날씨가안좋았어요날씨가딱좋아서딱좋아서